因为你实际上你需要五次的劫灯物，你才有办法做回血跟抽牌。OK， 老师来了。欧雷亚老师，这边骗你一下，我是抽上来的。其实我手上一堆，手上好多老师哦。进化敲头四点，别毫不讲道理，因为你是主教，我必须请你吃四点，好爽。那这个手上伤害有点高哎、欸，不哦，再一张教师再打四，毫不讲道理，火焰斩旗打二，来解掉，敲头七伤，敲头再敲头，等一下，我再一张老师问你怎么办？来这里再抽掉，好奇怪，老师，老师这里也。老师多少？四加二六，六再加抽两伤，八八再加一打二，吃了十伤，刚刚好拿下。主要是老师进化这个真的太凶了，没错，加刚好剩三倍，打个二加一刚刚好。这就是能够成为传奇的男人吗？布西巫师打四打一打一二抽，再叫两只怨灵打一打一打一，两滴魔炎斩击拿下。然后再将他的手牌有真德，然后有蓝宝石，然后还有一个顶背的白骨，所以下一回合的真德还是有办法，就是有办法发动，一定可以发动，然后你还会至少会有白骨的四伤，对，你下一回合保底九伤。OK， 妖精瓦敲头，灵鼠族小丑四伤，两伤，两伤，四伤，这就算你双击进化，满打满算你这回五滴血啊，你这样够吗？阿龟冲出来了，对啊，两只阿龟会变五七，是的。没错，十七圣女爆能八，阿龟五七，妖精化，妖精化点去过盾就可以了。过盾，敲头敲头，十二伤带走。没什么问题，这边阿龟敲头再敲头，那这边恭喜 C God。那卡住什么可以帮他赢？帮他想一下，卡住下一回合没动。他这边一定保底做两次，甚至我双击臂直接打都是可以的啊！我现在知道你的后面才打三伤哎、欸，哎两伤，没有我说他打下去之后会对啦，对对对对对，是总共会打三点伤害，对对对，然后跟那两个幽灵看有没有觉得好，对，应该是偏难。我、哦、这边新灯直接出来了，哦，那就是打够了，够了。而且他刚刚如果。这有点奇怪，这扣的有点没有道理。来了，那这边可以爆能七刷个场，刷个是可以解完了，刷个三点。但是你只剩四滴血了，这边最后的伤害，来看一下手上有没有，有飓风天枪格里姆尼鲁在这边五伤带走。3-1拿下2023年 Season 2，成功复仇，拿下了我们 Season 2的总冠军。